咩講啊？一二三。是我第九年来到这边了，我在这个血亲的感召之下，每年在圣诞节前都会来看看小朋友啊。那我想刚刚的这个爸爸妈妈，我们这个分享的很好，血亲也是因为哈，所以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圣诞节。我要谢谢我们这个志工队的美女们，每年哦五行也出勤，五来出来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量能，除了在我们这个张和美家福，也到云林家福哈。那这个北京的这个出勤也走回路来入追哈，照顾更多被需要帮助的孩子们，来给孩子更多的一个欢乐。这是我们持续十二年的漫飞天使圆梦活动，那我们的标题叫做相信有爱就有奇迹。那我们一直相信说，我们只要给孩子足够的爱，那这些孩子一定可以成长得更好，那会有更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那种样貌呈现给大家。我们和仁国小志工队哈，一直是我们和仁国小很重要的支持的力量。那除了在学校陪伴孩子之外，也把这样的能量呢散发到我们的家福中心，来照顾这些弱势的小朋友。我觉得这个活动相当的有意义。那今年已经持续第十二年了，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，那也代表我们和仁志工队相当的有爱心，然后坚持这样的活动到今年这样十二年，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感动。那个圣诞节哈即将到达，在这个岁末寒冬哈，很感谢我们和仁国小志工队这边哈，就是由我们之前是我们雪晶队长哈，志工队队长发起，那今天跟着胡校长哈，还有一些善心人士，还有社团，还有民代哈，尤其是我们县长这边特别也准备了双层的那个铅笔盒，那这些民代啊，还有社团也准备了一些绘图，还有一些模型的玩具，还有孩子的一些文具用品，要来给孩子过圣诞节，希望借着这个温暖哈，来和仁国小带给我们彰化家福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哈，漫飞天使给圣诞节的温暖，也给他们最大的一个祝福。一二三，他手我们的签好，一直动一直动。好，一二三。爸爸，你叫你们写信。